中路带波线，他们想搞大龙，视野都做了。让他冒气吧。跟不上，他要反攻了。大仙摊牌了吗？我怎么还像个刮痧板一样？我 A 他一下怎么不掉血？现在还是装备不够好，两件套都没，看他们卡槽都两件套了，两件套扩散就有伤害。没错，英雄是铁形状的。啥技能啊？他们过去下路啦！我真要回一趟家了，我现在装备真差。有个红爸爸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拿，你们拿，我来偷塔，我来偷他们的塔。完了，我嘎了。他没大，他没大，他没大，他没大。但是我也不能被他噎起来呀。嗯？完了呀，我们过不去。哎呀，不能去了，哥俩不能去了。溜了，阿腿。你要中单伤害太强了，装备太好。没关系，我回一趟家，我们这边中跟他们再恶心一下吧，他们要打龙。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我 A 不到，我 A 不到，退不回去了，已经。你不应该在他有风墙的时候上，我感觉刚我没办法 A 到他，我就在那边。正好上去一波还没技能。这不我们能不在的。再出啥呀，我现在已经出了这个，再现在我们就是无尽是吧，太刮痧了，我感觉我点不动别人，点了半天没反应，有他是放风墙的时候咱们就退好吗，我太尴尬了，我就差点刚刚就闪现到侧面输出了，我就我在路上，你抢到了 nice。哇哇牛片，好 pick 啊，我们的妈，帅帅帅，你们俩不能死，你们两个打主力啊，你们俩现在伤害超级高，你不按按你不按压按下去我死了，你们压下去我希望这两套装备能有一点点输出了，怎么说都是两件了吧，要有点输出了吧，输出你现在是肯定有的，只是有没有输出的先。我们推上路吧，我们推上路，跟他一起推上路。六文有踢的话我们直接四一带吧。我有踢可以，我这个差一点点钱。哦，那我们带，我们推上，我们推上。哎，严你上路别被抓了，他们抓的能力很强的。我们这样是不是分太开了？会不会输出不够啊？完了，下路推了，我们下路抓了，我们推中吧，我们推中。下路抓我们。别打。
他们要回来了，他们要回来了。哎！他一刀，点了就死。伤害还是差一点，我直接反击。先走，他走，你多管闲事，多管闲事。没错。我怎么感觉我这种打谁都只能跑呢？我怎么跟他们没办法跟他们打一波？对呀，他是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打到输拿不到钱。他太隐身了，看不到了，真的。这一波是从我这儿飞过去了，这刚好。没有啊，他没大了呀，大招吧，没大，没大，他是有一技能，隐身，隐身，我 W 踩到他 W 没了，直接隐身过去了， A 人都 A 不动，哎呀，感觉他们感觉好像有盾似的，我感觉我打谁都打不动。你出来把红拿了吧。你看，我这里装备极少，都是极品道具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救我一下！等我，等我，等一下，我拿个红，我拿个红，我出了个大剑了，我应该伤害能高一点了。真的是，感觉伤害是跟刮痧一样。北团了，我们打团打得过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直接团吧。这一分带让黑皮去那个啥去。这个小龙我们不能放了。火龙，火龙。不能放他的。那个真眼。拉出来打吧，别傻。拉出来打，拉出来打。拉出来。他这个一技能到底干嘛的呀？这个阴阴就是撞到一段墙体之后会隐身。他呀。没伤害，但是他这是加移速和攻速的。哦，现在是大搜查时刻。然后团下路吧，对，把中国线带一下，他们就要去出兵线。那我就不走了。要不我再下吧。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一分钟了。那我回去了，我跟他们走一起。好嘞。好，我有气有气。先别打哟，我还没在呢。我还是有压低压低压的伤害的。完了，这边回去要保护他一下，他要回来了。OK， 可以可以 ，Nice， 这边打起来了。这边记得给送人头队。一波了吧，哎，一波吧，一波吧，能打。结束了。呀，躺赢啦！呀，女警不是装备起来才爽一点。那确实，我感觉我不神抓根本没意思啊，打不动啊，这太委屈了，这待在后面 A 人真的感觉现在女警色不行了呀，感觉怎么跟以前不是一个样子的了，真的。因为这个版本的节奏比较快，就必须要玩那种快节奏的是吧？对的，对，就是两件套就能很厉害的那种。
玩个嘛呢？徐彤，你有那个英雄吗？我全英雄。你选吧，跟他抢一下看看。破败，破败，破败你了，了我选个刮痧板。我想搬你。这个。我想个刮痧板，我黑。破败，破败。哇，打到别去。等我发育起来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嘎！我要下次去练一下卡莎这个英雄，卡莎这个英雄牛逼，但是我不会呀，我不会玩那种秀的英雄，那种秀的英雄我手摁不过来，我感觉我。玩小丑。这把我打中单吧，要不。破败之王他的皮肤叫伏牛守护者，都没他原画好看。就用原画，原画帅，原画有腹肌呢，他还。皮肤丑死了。那确实。选啥呀？你要不先帮旭东拿个那啥。小炮玩的就是有点那个，有点。可以。这啥？他这是摇摆，不是中就是上。不是中就是我打 AD 也行，你们看 AD 也行，女警，对面是个女警，给我拿个机器人吧，怎么样？可以、啊，看你空多少格。那我打中子吧。相信我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不想打 ADC， 我手好痛，痛痛。大川那个英雄是打野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他穿的就是啊，他打野他都不带惩戒的呀，不会吧？这个英雄强势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不是，还没换，还没换，我让他帮我抢的。玩这个打野吗？你是打啥路啊？东，这个旭东选的这个英雄是打啥路啊？打这个大川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还差什么路啊？中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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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整迷糊了。大川，快快快！我不知道玩啥了。对面玩个中单。玩，我废了。安妮也还好。我被他秒死。哎，我玩这个，我还能出那个吗？我还能我打他，我还能出这个吗？你觉得我是？出雨阵就说实话没什么必要了，不如出雷霆。对，就还不如出雷霆啊，雷霆吗？对的。OK， 雷霆好。对，雷霆，雷霆或者那个彗星。天赋都没点，完了人少了。这把太这把得还要出个彗星雷霆，彗星都可以，出彗星吧，彗星雷霆都可以的，出彗星，出彗星会多一点吗？出彗星，哦，我带着治疗，出彗星，我感觉我出雷霆的话，可能我送到他面前去了就。你回家可以出个那个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翠绿屏障。什么屏障？第一件装备，就是那个女妖面纱的那个小剑。OK， 哇，这个人的原画真的帅，我的天，我觉得是最帅的英雄啊。然后不合成，那个东西不合成就先留着，他会。这个英雄太帅了，这个英雄，这英雄他就很像那种，很像那个《暮光之城》里面的那个男主角，有没有？有。是吧？就那个正方形的脸。这英雄就很像那个《暮光之城》里面那个男主角，那个男主角也是白刷刷的。冲冲冲！还要一级团吗 ？Are you sure？ 我们有机器人。对，好好好，成功了就怪我，好吧，我们直接走这边跑团，别绕了。不是因为有腹肌，你们把我想成什么样子的人啊？不是呀，不是呀。当你一说那个英雄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腹肌是重点。不是，不是。东妹妹走前头，东妹妹走。你把他拉过来，我就给他一定。我跟你说，秒学 W。OK。这一波讲道理空了。哎，完了，没了没了。好，被他吃了两块钱。经济炸裂！你把再绕一圈，再绕一圈，再绕一圈。
上来走，我不想走啊，我也想打架。别，你走，奶妈，你进草。哎，抓娃娃了。太傻。我先走了。小丑偷你红 buff。我先走了。谢谢居居的飞机，谢居居。他没偷你红。说实话，我有可能打不过詹妮，詹妮爆发可强了。搞他来！在守护着，养几把皮鞭。他这波啊，不行，我也杀不掉，血量太多了，没点。不然试试，可以试，我有治疗。加入我们安娜。他有那个完了，满到，看我位置，啥 AD 啥技能都没有，中路在这嘎嘎嘎，没事。我12级血的人傻吗？中路马上就来抓了，来先抓了，来抓吧。还好他没有晕到我，不然我就嘎了。耶，是我们家的是吧？好的。这个打野刚在我中路出现过一期哦。好的，我知道。我突然发现对面竟然是一个小丑。小丑可能还要打。他们直接弄，老总看到没？直接弄，直接吸大亏哟！先把他杀了，补不到兵哦，吸大亏哟！打他，阿里，你刚应该把他盒子惩戒掉。我忘了。没事。把小丑是个爹，我是不是先出那个佛珠啊？对，对，腰带的那个小，不是腰带那个啥，然后脸上的小剑。我这也太憋屈了吧！我打的，到六级的话，我先打。他肯定比我先六，他压我一级等级。你有技能吗？我就三个技能，但他有不行，好多兵，你看这一波，我扛兵我都要扛水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我打他一套。但是我还是要回家了，要不你来帮我算了，他还回，哎呀，他没回。我等。能勾他吗？看我，他没闪了，我也没闪了。你看他这波这个太早了，这个还是得等站位我靠前一点，这个太早了。中路有个人头，快来搜！没闪，他也没闪，我也没闪。小心小丑，我等了一三秒。小丑果然在中。上了风险，给他。我感觉我救不了你，我帮不了你，算了吧，他有个晕了。这中路这英雄真万金油哎！快走，别打了，我帮不了你了。完了呀，我好穷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吃这波兵，我死我都要吃这波兵。没事，
心小丑了。人生真的好累，还有什么比补塔刀更累的事情吗？建议出一把暴风大剑，出一把一千三的暴风。我真的是，哎，好疲惫。谢谢真真，谢谢真真的飞机，谢谢真真。太难了，补塔刀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了。除了生孩子，我觉得是补炮车。对，还有补炮车是更难的事情。电刀无尽，我要出电刀无尽了。数了一下，32分钟补了三个炮车。哼。他们谁弄的？谁弄？谁弄？有大吗？给我。没有没有，没大没大。生物不见。好，来了。完了。走。下路不见。哎，吃那个那啥的。小丑他妈调皮，打龙在这儿给他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吃人炮车呢？哎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差点，差点。中路不见，下路，去下路，去下路。中路都已经站我脸上站半天了，团。哦，这样吗？对的。他推我线，然后就去游走了。小丑在打龙，现在在拿 buff。没线权啊！开玩笑的，这打我啥了？就你妈 A 了我一下 ，A 了我一下 ，Q 我一下，就这么痛。这怎么打吗？这怎么打他吗？怎么来个人给他弄死啊？我一套技能直接堆他脸，我拿不拿人头没关系。你留个意，我满到，我等直播刷完等小丑走。他来了，我还是死了，我被他烧死了。他直接一套秒我，不带任何解释。你这打得过他？你还不如你变，好像也打不过，不变也打不过，没用的。哎，我要出什么装备我才能不一套被这个逼秒掉？水晶鞋，水晶鞋，再加个水晶鞋应该差不多，那就是秒掉的。太不讲道理了，这安妮就是有点不讲道理的一个英雄。安妮的英雄是这样的。安妮就是一个没有操作性的英雄。但这英雄玩好了，上去也行。下路放眼了，还没下路多吗？下路又是全没了，你乱跑。别跑了，别跑了。你来下路也是在后面发呆，也不勾人。盲户不勾人，你说上啊，我就上。要不你走吧，我一个人下路好了。要不你走吧，这句话好熟啊。熟不许多。熟。哎耶！这个人怎么突然贴我脸了呢？耶、yeah, ！我的中单要没了，我不想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他这太不讲道理了。哎哎哎！放血放血走了放血，撤了。这边这边三爆，先把他们轮了吧。先杀你，先杀你。没了。叫盒子，叫盒子，叫盒子。Nice！ 哎，我应该大到他了呀。
假的，哈斯。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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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。完了，爆！踩死！大姐，快点出发！小心小心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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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回家。小丑 Q 过来了，小心点啊！阿团阿团阿团。小丑要偷你。啊！我害怕。啊！我回家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死了死了。OK。吓坏了。我被逼在那个嘎。里面我动不了，我再出啥？我还是要正常出我的出装吧。对，我们俩可以搞这个暗影的。我再出啥？我出啥装呢？我还是出这个吧。对面肉多不多？对面好像肉不多哈。等我等我个三百好吧，三。就有一个塔姆，他不肉。说科技枪好了这一把。棒棒，进攻棒，进攻棒。Nice， 你可以变多久啊？你可以变它变多久啊？十秒，才十秒哦。但你十秒可以用它所有技能，除了大招都可以用。而且并且全刷新吗？对，全刷新，而且大招可以，就是说自己的大招可以再免费放一次。哎耶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不用来抓了，不用来抓，我直接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你收一下龙。吓我一跳！哇，这啥伤害呀、啊！我才刚刚出门。哎，这个龙得过来，龙得。我恨这个小丑。我感觉他还要过来。他打龙去了，他在打龙，他在打龙。走，我们去搞他，搞他。我先把他秒了，来龙吧，不然龙没了。对，第二条龙了，哎、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。这个假的，太假的。阿团跑，阿团，我跑不了了，我能跑，我跑不了了，我跑，我能跑。快走！我加速，我加速，完了。哎，我跑了。哎呀！这个游戏真刺激呀、啊！不行，我还是出这个吧，这个至少还能有点。出这个，哎，不出这个，哎，出这个，哎，出这个。出那个兰德里啊，他。真的吗？这把出兰德里吗？对，这把你不出兰德里的话，你就一点伤害没有了。好吧。来嘛来嘛，再往前走你死了，我跟你讲。把他们打回去吧，是吧？对。小心小。喂，玩你。能推掉吗？看能不能推掉。那小鼠在偷你的。阿团，来来，阿团能杀阿团。我没大招。你这勾个寂寞，我怎么杀了？这个真杀了。我是刚才是想抢他的大鸟的，我并不是想勾他。好吧。抢到了这一波，讲道理。你抢到了吗？他抢到一个小的。完了，这小丑又来搞我，哦，吓我一跳。这小丑是不是想拿我们红啊？AD 去了，那个我好憋屈，来嘛来嘛，只要憋不完，我吃第一套伤害就 OK。别急，我们不着急，在那等一下，他在这个场。你确定这里没眼 ？OK， 确定。打起来了，松哥。都别走。哎呀！为什么他死了，他的崽子还能打我呀？他那个崽子是分身会爆了，爆了之后会变成三个盒子。那我不打他，他就不会爆喽。不打他，十秒钟一定会爆。
哦，也还是会爆的，只是不会就是主动触发，主动触发会。谢谢胖头鱼的空投，谢谢胖头鱼，谢谢谢谢萌东仔的四个飞机，再见，嘿嘿，妈的鸡太恐怖了，这比见我就是一个三仙大，我真的，呀，你是恐怖吧，你是敢说。谢谢胖胖鱼的空投，谢谢我懵懂仔，谢谢我懵懂仔，四个飞机，谢谢胖头鱼，只能看着我就是一个僵硬的闪现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要闪现大我。哎呦，我真的，每次我一看到他毫无畏惧的冲向我，我就知道他这一波闪现应该好了。他肯定气死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人肯定好想闪现杀我一次。我想我尿了，不行，我要憋着打完这一局。我们推中吧，送一次吧，送一次，然后去上厕所。什么叫送一次？那就我们去打一波团，然后去上厕所。对呀，我们打一波团吧。给他们团灭一次，走走走，中推一次。四十秒团，我有大。龙团，这小组这波是没大吧？小组没大。没大，他没大，他没大。这波可以打，但是我现在战斗力很啊。我回家可以贴。谁战斗力？我。安妮还是上路安妮？嗯，小组在这里啊。OK， 这个 ADC 不过来吗？暂时没演吗？没眼吧，等下我先帮你，这里不搞他一波顶得过去。这是辅助，辅助没闪，追不上了吧。哎呀，这个这不是他是不杀这个辅助啊，刚才辅助在我脸上，我 Q 的话都交闪了，这里上头了呀，赶紧投奶电蓝奶，来我一刀打开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技能不够，先把那个熊熊给他杀了，行不行？龙看能不能打他。哎！后边还有塔姆。小心！啊，不是很亏，还好。还可以，我引燃娇起了。没事，我起来了。那你来，就等我。我起来了。我直接出帽子吧。塔姆好肉呀，这塔姆。没事，我出的是那个，我出的男的女的折磨，我可以折磨他们的。我打得动这个男的女的折磨。对。这边三条龙了，这次龙一定要控了，再搞搞出点事儿，这把没了。知道了，两粒毒好像把这边 AD 给宰了。刚才其实我都说了会到打辅助，辅助在我脸上，我 Q 到他，他直接交闪了。关键是你没 Q 到他呀，我 Q 到他，他不。我就说我出了 Q 他就闪了呀，是不是？主要是不该扛塔，你太脆了，你这英雄又脆手又短，而且我也是手短，你说我要手长帮你控一下就算你球了，我也手很短，我就只能跟着你屁股后面看。我觉得我这一波可以开一波团试试。对面这塔姆，我可以吸他大呀，我可以大他。小丑要杀我这个。我带。他们也往下路赶了，这小丑不，这塔姆也往下路赶了。他们开大了，来，我们杀中路，杀中路团。我被发现了。不行，没关系，就我一个人。那拉个蓝吧。我把他拦住。伤害真低呀、啊！谢谢若婉，谢谢若婉的摩天轮，谢谢，谢谢若婉。这个怎么你没大这个？感觉虐死了，开始从这一波。没大了。
感觉他们好像不想跟我们打，就一直留这个小丑单带。嗯，留着小丑偷塔。所以说我说我不想强开啊，是他们也开一把。你只要拉到了可以开啊。嗯，我都不敢上，哎，这个人有一个那个。我现在上不了。我顶住了。OK。小丑在这儿。这塔姆打个洞个屁！这塔姆。小丑来了，完了，打了。我大没了，打不动他了。这波双击的。嘎了呀！我现在伤害真的好稀缺啊！我要出什么伤害才能高点儿？法穿。这把大概率输了，我感觉就这一条龙，这一波就直接嘎了，就大转折了。那我该出啥呀？我现在其实就目前看还是不错。鬼叔可以出，可以做个鬼叔的小塔姆不灭之握，刚才舔着我们两个就是打他刮痧一样，我们所有的伤害打不动他，不乱玩他。ADC 不能先死了，我们现在除了打野，就是 ADC 伤害高一点，刚好像没有 ADC 被秒了，所以我们感觉没有什么伤害。这龙又要刷了，兄弟们别浪了，千万别被抓到了。这真的，这波龙没了就嘎了，我们就嘎了。来来来，我们蹲一下，蹲一下。一切就看你的钩子，只要能抽到一个辅助或者 AD。上单来吧，过来吧。来了来了。哎，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后面后面后面，奶妈杀奶妈，别管这个塔姆，爱你爱你爱你。这边有小丑啊，不用管小丑，别追他就行。来来去好，那就杀塔姆吧。来杀小丑，这个哎呀，这还没把他杀掉吗？杀掉了杀掉了。哎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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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安妮又过来收割一波，是真的难了呀！我没看见，没了呀，没了呀，都起来了。小丑打龙了，嗯，夺魂了，本来就已经打不动这两个了。小丑最后还没死呀！我的天哪！最后一波，他分身分了之后 ，Q 隐身掉，走掉了。有安妮吧，这把这女警没什么用了，这一杠八的女警已经刮痧了，主要是安妮。你要是觉得安妮那啥的话，我就定安妮就完事了。对，可以可以定安妮。啊，刘技能给安妮的话，我感觉兄弟们连就是打人的时间都没有，都没法打人，一点控制都没有了。安妮她一直躲在后面，我根本看不到安妮。没了呀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四 buff 加成了。这个塔姆是不是掉？哪怕是我炮大也打不动他。
夸娃娃吧。哎，哇，这个 QW 真的伤害太高了，要拿他没办法了。我感觉我们每次就是属于那种只有到第三条龙，别人拿了三条龙之后，我们才会集第四条龙，就第一题第二第一条第一条龙第二条龙第三条龙都不管的那种，就每次就是到第三条龙的时候，然后就集别人拿第四条龙了，就感觉啥时候被人家拿了三条龙都不知道。三条龙拿完急了，急了也没用了呀。算了，就打到这了，我打200就下了，我明天还要早点起呢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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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感觉冰女打伤害打不过安妮，安妮这个太无解了，直接上去就是一套给你秒了，反应不过来。下播啦，我下播啦，我明天要早起，我先下了，我等一下下播还要录音呢。啊，下播了，下播还要录音，好烦。晚安，晚安。拜拜，我还要录音，谢桌子，谢桌子的飞机，我去加班去了，兄弟们再见了啊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啦，我等会下播还要去录音呢，大家也早点睡觉啦，不要再觉得我去熬夜了，我下播了，明天要早起啊，明天早起之后我还要那个啥呢，然后呢我就先下播了，去录音了，录完音我就睡觉啦，拜拜啦，拜拜，下播录音去了，录完了就下了，就睡觉了，大家早点睡吧，我也要溜呢，谢谢小狮子的飞机，谢谢我们家打嗝粉的飞机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吧，大家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见啊，我去过尿了。